众所周知，屈原城将是因为国家沦丧、心灰意冷、爱国的表现，没想到如今也有异样的声音。提出异议的原因是，大家怀疑屈原大大和楚怀王有一腿，是为了克制在秦国的楚怀王才殉情。啊哈，刺激呀！关于屈原是 gay 的说法，还得到郭沫若先生和闻一多先生等专家认同，因为屈原的很多作品都喜欢用女性自称，并且屈原长得俊美。虽然对屈原的性取向我们保持怀疑，但是把陈江认为殉情就有点偏颇了，因为屈原投降自己是在怀王的儿子楚顷襄王时期，怀王已经走了好多年，屈原怀着初心全力辅佐楚顷襄王，哪知道父子同心都不听屈原的话，反倒相信奸臣还流放屈原。屈原在两父子先后打击下走到博罗江，看见滔滔江水，想到楚国的命运，自己不得志，可不得悲愤交加，跳河自尽，这才是屈原沉江真正的原因。